近日，陈乔恩为国内某知名武侠网游代言的全新造型海报，以及为该网游拍摄的微电影定妆照首次曝光。照片中，陈乔恩再度饰演东方教主，一袭教主红袍加身，烈焰红唇，再加上依旧犀利的眼神，新造型可谓霸气外露。教主控和向日葵的子民们可以大饱眼福了。据悉，完整版微电影将于该网游6月28日公测前放出，这或许会是电影版《笑傲江湖》的预热。之后，陈乔恩还将有望出演电影版《笑傲江湖》。笑傲江湖6月28日震撼公测。酷猎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